如何延长新婚保鲜期？詹子晴哭喊：好沉重啊！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们有一方如果真的外遇，哦，是婚外情，哎呦，刚才讲的那个尿尿的事情真的有，为了这个尿尿的事情真的很容易惹火，代表我讲话那么多年你没在听。沉重，婚姻本来就是很沉重的。对啊，现在突然觉得压力好大。